欢迎来到左思华频道。今天是我第二次玩 Roblox， 还没有看我第一次玩 Roblox 的，赶快点进去去看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呢也在 Roblox 开了群组，虽然没有很多人进来啦，大概有525位，名字叫做左思华军团。然后呢，你也可以看到我下面我也加入了越南缅甸的军团，是的，我根本就是抄袭他的名字。然后呢，我也在这个群组写下了我的广播，有什么游戏最恐怖的写上来。大家都说 The Me My The Me My， 然后这个 Cat 也是说 The Me My 最恐怖，还有这一位他说模仿者是我玩过最恐怖的。我觉得模仿者应该就是 The Me My 吧，全部人都说 The Me My 有点恐怖，那大家都说 The Me My 那么恐怖，等一下是不是读 The Me My， 有没有读错？那我就来玩一玩这个的迷麦到底有多恐怖，去找一找的迷麦。哦，是这个吗？我刚才找错游戏吧？哎，还有两个版本呢，一个是模拟器，一个是的迷麦 classic，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？应该是这个吧？这个有9亿人参访次数，活跃3.1万。关于四个故事，从日本历史和都市传说中创造出一个扭曲。在每本书中，你都会发现自己是不同的角色，冒险进入神秘世界的未知深处。那用手机玩会不会容易操作啊？因为大家都是用 PC 来操作的。不理啦，直接开始。哇，它的封面就很恐怖耶，一个大红花，那中间有一个女生，这样感觉还蛮恐怖的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哦。诶，我要讲进入游戏啊。哦，还有章节一、章节二的，就加入这个吧。警告：游戏包含闪光和跳跃惊吓，最好用耳机体验。哇，好像很恐怖这样啊。按 Shift 短跑 L2 进行控制台，可是我不是 PC 啊，我是手机啊。哇，还有这样的开头的。 OK， 要看完吗？你们觉得还是看完比较好啊，比较懂剧情在说什么。恐怖哦。欸，大家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玩哦，没有骗你们哦。哟，这女生，这不是女生，这女鬼吧？哇，很久一下哎，喂，哇，这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哦，怎样啊？然后我按住是跑 ，OK， 所以我现在去哪里？跑吧。哦，下面那个蓝色的线是它的利器，这个可以买了吗？不能。哎，我跟着你就对了啦。前面有人，亮度开大一点，不然好暗哦。倒数4、3、2、1。啊，三小，这个什么东西在倒数？哎，你去哪里？我鸡巴，吓死我！这个东西，妈的，这个画面，哇！今晚月亮看起来有点奇怪，我应该很快就会到达。哦，我在开船哦，这个月亮还真的是有点奇怪。哦天，那东西看起来不太友善，什么东西？起飞！干啥呢？起飞！我要这样，什么东西？啊！现在是怎样？给我跟着你们就对了。抓住！哦，拿了蜡烛。我怎么会沦为明卡？我甚至不知道我的船现在在哪里。后面那东西可能是什么鲸鱼吗？啊！至少我的四肢仍然完好，也许我可以四处看看，向这个地方的主人求助。啊！什么鬼？哟，这娃娃很恐怖哎！这个是玩家的是吗？应该是啊，妈的，穿到这样很恐怖哎！这个他们要干嘛？要干嘛？我都是在跟你们走而已。其实他们在找什么？其实是要做什么？我真不知道喂。啊！这个游戏真是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可是氛围就很恐怖，对啊。有钟，有骨头，不能拿了。咦，他遇到什么直接退后？这么怕呢？哎呀，都没有东西，怕什么？我们要干嘛呢 ？Hello，
还是我队友也是笨笨的？喂，我队友哎，喂，我队友哎，喂，我队友哎，他们不见了哎。在一个小村中里住着两个孤儿姐妹，两个姐妹生活在贫困中，不断的饿死自己。有一天，小喵满心欢乐的回到家，年长的恋变得对她持怀疑态度，她喜欢了喵，但她从未被告知为什么喵如此高兴。随着日子的流逝，便想到了最后的一个想法，喵她喵一定吃得很好，妒忌超过了恋，为了满足她永无止境的饥饿，他消耗了他自己的姐妹，便发现Mio一直在暗中为他们俩存钱。他被极端的内疚所困扰，导致他的后脑勺上出现了第二张嘴的神秘外观。这是Mio的嘴巴，他一直在哀求食物，否则人会极度痛苦。哦，所以是姐姐吃了妹妹，然后他极度内疚，然后姐姐的头上就长出了妹妹的嘴巴。谁要拿毒老鼠啊？咦，我听到老鼠声，可是老鼠嘞？我有第二次的生命机会，哇，恐怖啊！妈，我被那个姐姐吓到什么？哇，真的很恐怖啊！哦，看到那个红衣的，赶快跑就对了。我真的是被吓到，快开蜡烛，开蜡烛，开蜡烛！然后要拿老鼠是吗？老鼠嘞？老鼠在哪里？老鼠，老鼠！兄弟，你有看到老鼠吗？哦哦，我看到拿到老鼠哦！过来呀，过来呀！上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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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已经死了两次了，开蜡烛，开蜡烛，我听到声音了，跑跑跑跑跑跑啊！怎么走这样慢的？为什么刚刚我跑不了啊？妈的，跑跑跑跑跑跑 ！OK， 我听到声音了，我知道要跑就对了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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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操死路，操！我不会连这一关都过不了吧？喂，他就在外面呢。什么鬼哦！关门，关门，关门，关门是最好的解。咦，重点是关不了门呢、啊！妈的，鬼又来了，鬼又来了，跑跑跑跑跑啦、啊！可是我按了跑啊，跑不了啊！请问我可以死多少次？这是无限次了，是吧 ？OK。我懂了，我懂了，原来按一次就可以了，他就是一直跑。那鬼现在再来哦，跑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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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击败！哇，还在外面，还在外面。OK， 我队友嘞？现在哪老鼠啊？妈，它在远处哎！你看到吗？它盯着我哎！可是我哪老鼠啊？妈，操！又来了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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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了！哦，我只要跑来这边，它就不会跟来了。哦，原来这里是安全的区域啊！我操！超级白，跑跑跑跑跑！安全的区域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老鼠嘞？老鼠在哪里？我找不到老鼠，这才是重点。Oh, shit， 它在外面，这里没有老鼠了的啦。上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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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路！跑，跑，跑！我没有力了，是吧？自己怎么拍？是一只老鼠都抓不到哎、欸！我在躲那鬼而已、欸。
鼠，老鼠你在哪？还要我抓三只老鼠，可是我一只老鼠我看不到，这里后面会不会有老鼠？什么声音？这是鬼的声音啊！真的是鬼的声音。开启，老鼠嘞？妈，超级白！讲完了这个，重点是我一直看不到我队友啊，一直过不到关呢、欸。咦，我听到很多老鼠声，但是我要怎样抓老鼠？妈，又来了！在外面啊，在外面！叫！哦，老鼠，看到了！哦，哦，原来老鼠在厨里面的啊！抓到一只啊！玩了这么久，终于抓到一只了，现在抓三只啊，还有两只。呀！哦，它不会进来的。哦，这么奇怪的，它不会进来的。这里没有老鼠声音，这个房间没有老鼠。我先怎么样看到它在外面是吧？咦，是啊，在外面呢。出现。妈的，这里，这里呢？它会进来吗？奇怪哦，在房间还不会进来的。你看老鼠身上，找到了，终于找到你了，抓，快抓住，抓！我不是抓了吗？啊？为什么我抓不到这只老鼠啊？是不是有 bug？ 什么？讲完，完了，这么久才抓到一只老鼠啊！不可以，我至少要抓三只老鼠给你。玩游戏没讲完，再加油一点。OK， 首先向右走，再向右走。OK， 然后跑上去，然后找有光的房间。这个房间有光吧？对，这个房间有光。跟这个房间没有老鼠声，这个房间有没有老鼠声？没有。我又来了，鸡巴！我听到老鼠声了啊，应该是在这里的房间附近。我操，鸡巴！死了吗？哎，为什么死路他不来 ？Run！ 我们先到这边，下一次我一定通关。我真的是不懂要讲完了，这个好像也不能带飞了，太难玩了。这个模仿者，我觉得很容易玩哦。那老鼠我一直找不到，先到这边了，我们下期见。